我的故事是住在德京桃源村二十多岁的独居男子，伊非常惊青昏，真少人会当来接近。伊自理生活，下茶煮菜，虽然无破病，但年岁也未少。村长呼吁有关单位协助，申请到新疆补助，协助伊改善生活，含寻求社会慈善机构的协助。台湾德京乡桃源山区，深记到六十多岁的独居男子，因为伊非常的惊青昏。住别空别，无人会用去接近。桃源村长到厝来探望，看到男子自理生活，炒茶煮菜。爷家，梁大哥，做因斗的，但是伊拢无出来插话，干要对我笑。啊，伊的生活简单，啊厝足旧啊。迄牛老先生的起的厝，哦。这上少我有五六十栋以上啊！咱区代表送伊的山菜，安尼，啊，这就是梁大哥的菜，这吼也卖烫偌久啊，伊还搁咧食啦。要安怎讲？啊，伊嘛是安尼烫，啊，拢捡茶。梁大哥辛苦啊！伊就是安尼，干那对我笑。德佳乡桃源村长林彦仪表示，虽然在山区独自生活，但是无就医的记录，三十几年来无出家门一步，也无患过病，到处要帮忙伊改善生活，但是政府申请必须本人到场。但是该村民就是惊青昏，看到人接近就走。啊，自闭封闭，啊，这已经超过三十栋啊吼。啊，阮一直举例要带去有一个就医记录，予医生予大病开证明，予伊帮伊申请上起码的迄种三顿的温饱安尼吼。啊，但是就是伊伤过自闭吼，伊不爱甲人出去，阮嘛唔敢用强制力去甲伊抓，惊伊讲哦发生肺炎安尼。啊，阮的诉求吼，就是讲。看嘛，咱这有关单位吼，政府单位会当讲吼，请专业医师吼来甲伊做一个再载鉴定，互伊会当有微薄的迄种生活补贴，互伊三顿会当温饱安尼。吼啊，大家咧共同努力安尼啦。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村长呼吁政府有关单位会用来协助伊申请新疆补助，协助伊改善生活。也盼望社会慈善单位的协助。哦，新新新闻蔡明道，德佳乡蔡洪报道。